二明星联手烹饪美味元宵，人气偶像苏有朋和韩国可爱美女张娜拉也将现役。张娜拉将表演她中文专辑里的歌曲《功夫》，这首歌不但听起来动感十足，配合舞台效果和韩国原班舞群，一定会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带来一次听觉和视觉的完美冲击。而作为湖南卫视的老朋友，苏有朋除了演唱《快不快乐》《恋爱视窗》两首歌曲之外，在今晚的喜乐会上是否会与张娜拉合唱一曲，同样令人期待。关于晚会的更多精彩内容，敬请锁定今晚8点湖南卫视现场直播的2006元宵喜乐会。大早元宵喜乐会的彩排现场，因为表演嘉宾和主持人的到来，顿时热闹起来。经过春节悠长假期的休整，各位明星看起来是精神抖擞，神采奕奕。相信电视机前的你和记者一样好奇，我们的明星和主持人是怎样度过难得的春节长假的呢？每年到过年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会蛮坚持，就是排开所有的工作，一定要回家一起过年咯。我个人是还好啦，因为新的工作都还没有定下来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可能我们做这一行吧，就是觉得还比较自由业吧，所以不太会有特别有那种要开工的感觉。在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的彩排现场，作为本次晚会的重量级嘉宾，苏有朋的出现也为现场增添了不少乐趣。苏有朋在现场还特意模仿了韩国艺人张娜拉的语气向大家问候，逗得现场观众忍俊不止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娜拉，我的中文不好，元宵节快乐。苏有朋因为饰演了《还珠格格》的吴阿哥，和湖南卫视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所以他也一直十分关注湖南卫视。对于《超级女声》这个节目，可谓记忆犹新。元宵喜乐会是他首次和两届超级女声冠军同台表演，对于两个小女生，有朋会有怎样的评价呢？我觉得安又琪感觉起来是比较甜美吧，我觉得。那雨春就有一种帅气。都只有爱健康，别让爱上，把站着心放快跟心爱的模样。掌声有请潘长江。哇，苏有朋，安又琪，杨毅，还有我们的李国清老师。喊你下狠招啊！我们开玩笑，这边你说，我终于看出来那边确实厉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们多一个人嘛。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实力比较强，我们让他，好不好？我们人缘好，我们亲戚多。对，哎，这样吧，我们赶快开始比吧，好不好？比什么？我们第一招比什么？第一招这样的，来比比谁的嘴巴甜，哪队？我们要派出我们这个队最帅的帅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这次。想太多了，你不是我，没你什么事啊？不是我，人都有失误的时候。掌声有请我们的苏有朋，来。大家好，元宵节快乐！今天其实也是这个正月15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这天上的月亮圆又圆呐、啊。咱们地上锅里的汤圆也圆又圆，希望大家在新春期间呢，都可以吃到最好的山珍美味，每个吃的圆又圆。好，元宵来了，大家元宵元宵。呼声最高，小心啊！新年快乐，元宵节快乐！接下来呢，要有请我的好朋友，也是好长时间不见啊！今天元宵佳节碰到一起，实在是非常高兴，让我们用掌声有请。苏有朋，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闭上眼，风在吹，又是这个季节。偶然经过那条街，熟悉的气味令人怀念。也许只有我的心，谢谢谢谢，比当时老一点。错过的从前，我好想
说抱歉。爱过的人还住在记忆中，一直没有说再见。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我只想知道你快不快乐，有没有遇见更懂你的人。午夜阳光下好想念你微笑的眼神。谢谢大家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可爱的舞群，谢谢，也谢谢友鹏，再次掌声欢迎友鹏，欢迎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哇，哎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友鹏呢，在电视剧里面呢是特别擅长说情话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我们呢都叫他情话王子。对，各位，今天呢情话王子已经站在了苏友鹏的旁边。首先呢，我给大家先说什么什么什么呀？我们说的是苏有朋，哦，不是你。对对对，我们今天听有朋说情话，好吧？大家要不要听？想不想听？那多不好意思。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对呀，元宵佳节嘛，带去点带有感情的这种话。我们今天这个情话呢，要说的特别一点，啊，我们要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说出来。没错，很简单。待会呢，我们的摄像机会到我们全场来搜索一下，三二一，听到谁就是谁的这个脸呢会印在我们这个大屏幕上，有朋不知道会是谁哦，嘿嘿，然后他就要对着这张脸说情话，但是又不知道他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。说的情话是什么内容呢？我们为您准备了，我们呢先来看一段苏有朋以前在电视剧当中说过的一段情话。要照着说，带感情，请看第一段。我们不是金总，不是明月，也不是彩霞。是那个一天到晚和他们在一起的人，是那个被我一箭射到从此让我牵肠挂肚的人，是那个不解风情偏偏想把我拉红线的人。现在你懂了吗？难道这些日子以来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这个经典啊，经典啊，经典，经典，这是还一，还一吧，还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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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时候有朋哇，真的是感觉很火，跟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就是感觉跟现在没什么两样了，依然那么英俊啊！谢谢谢谢。好，现在是这样，我们请我们的摄像大哥啊，在我们现场随便来搜寻一下，准备好了，三二一，他就停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起，三二一，停！你不能回头啊！你不能回头！哎，拜托大家。一定不要告诉友鹏我们现在搜索到的是哪一位朋友啊，一定不要告诉友鹏。友鹏准备好了吗？绝对值得你用刚才的感情对这位说出这段情话，酝酿一下感情，酝酿一下啊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不是紫薇，不是金锁，不是明月，不是彩霞，是那个一天到晚和他们在一起的人，是那个被我一箭射到从此让我牵肠挂肚的人，是那个不解风情偏偏想把我拉红线的人。现在就懂了吧？难道这些日子以来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对，你能猜出来吗？你再问他一遍，那么热烈，你再问他一遍有没有感觉，他就给你挥手了，深情款款问他，你难道感觉不出来吗？在哪里呀？好害怕。我们请友鹏转头看看，好，谁呀？婆婆你好，婆婆，婆婆坐在哪里？给我们招招手，在哪里？在这边，我们全场都看一看，哪里？那公公没有来吧？公公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公公没有来了。婆婆刚才给你挥两个手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我叫刘桂香。元宵节快乐！元宵节快乐！元宵节快乐！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段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二段是什么？来，看一下。好紧张。这个是刁蛮公主，刁蛮公主，张娜拉，哦，张娜拉呀，天长地久，抱着你，哇，
我还真讲过不少肉麻的话。是啊，而且这一段呢是深情缠绵的啊、哦。你说应该是他经过一个就是有生命危险，我把他救出来以后的话，任何一个女孩子被你抱在怀里说这样的话，还不融化掉啊？哎，我们来看一看现场有哪位朋友想苏有朋对你说啊，举举手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停。太经典了！我跟你讲，绝对融化掉。太具有标志性了。你说我吗？你说我融化掉了？你会被他融化掉的。他就是刘桂香的公公。不要再说了，哎，还是不要有影响他啊。刘桂香的孙女，刘桂花，孙女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如花似玉。嗯，起。我什么都不想说，我只想。只想你别笑，我只想一直抱着你，天长地久，抱着你，到底是谁？你确定你要抱着他吗？他已经满脸都不自在了。好害怕，是谁啊？是谁是吧？我们说三二一，那个人挥挥手好不好？挥挥手，我们来找一下。二一，看到了我。我觉得你这么 man， 还是你抱着我好了。他的胡子会扎人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希望下一位呢能够如我们大家的意，好不好？登对一点，对，登对一点，来看下一个，让我喊停好不好？可以啊，这样公平一点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好的，好，我们首先看看第三段是什么啊？哎呦，从现在开始，请听爱情喊，你是我的了，我要牢牢的把你抓住。我再也不会让你从我手中溜走。蔡琳，哇，蔡琳哎，哦，奇怪了，刚那时候拍的时候觉得好感动，为什么现在看这么好笑？因为你不知道待会儿你要抱谁呀、啊。说的也是，对对，你现在抱的是蔡琳，有可能待会儿抱的就是各位摄像大哥，麻烦，好吧，今天最后一个机会，寻找一个登对一点的哈，你数十下好不好？给他多搜索一下，有可能马上漂亮的脸庞就跳入他的镜头。哎，你说停就停，预备开始。凭感觉，凭感觉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。我觉得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。我要用最多的感情好好的说。好，蔡琳，哇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是我的了。我要牢牢的把你抓住，我再也不会让你从我手中溜走了。是谁？你看一下，赶快出来吧！我已经主动招手了，那么多人招手，怎么那么多呀？哎，是谁？太多人招，哎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让我们大家看看嘛！哎，你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很好，还不错吧？这是一个年龄跟我最接近的一个，最接近、最登对的一个。谢谢你，元宵节快乐！元宵节快乐！没把你吓坏吧？其实我们就特别特别希望呢，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啊，给大家带去这种欢声笑语。刚才呢，我们是用说的方式给大家带去快乐。哎，其实有朋友我们大家都知道嘛，嗯，唱的比说的好听。对，唱的比说的好听，因为接下来马上要唱了嘛。啊，真的，唱什么歌？《恋爱视窗》。嗨，来，谢谢。恋爱视窗。在讲痛着不值得分享，嘿嘿，别再想未来又能怎么样，记一记的容量只有几美感，过去的过往留着，有爱健康别让人爱上，霸占着心房，快更新爱的模样，时刻时装重复老掉眼泪沮丧，别再把寂寞当你的专长，有了梦想就快点上网去搜寻快乐的